师，这题我不会做。我也有问题，看看我的考卷。同学们好认真，老师好喜欢。啊，看看哥哥。老师听不清。老师没电了，这节课窒息。自动关机了，快背它去充电。不用上数学课了。张友兰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充了。插座都被占了，怎么充电啊？塞机这里。这次考试成绩不错，老师请大家喝奶茶。奶茶。啊！先放我下来。默默晚安。好好睡觉，不喜欢手机。我走的时候电量是11%，而现在却只有8%。真相只有一个，插头没插好。